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 Breaker C2。我想给你们看一个比较叫做游戏的录像。好，在这边好像那个4点钟左右的方向，就是我们顺着为一个轰四重组的一位大陆朋友，他的名字叫 IG 西瓜。而且在他南方的位置就是一位来自欧洲的高手的玩家，他的名字叫 Empire Beastie QT。 是说我根本不知道那个 Empire Beastie QT 的那个最近的表现，不过我知道他就是一个蛮了不起的一个人类玩家。好的，好像我们游戏里遇到什么样子的网络故障，反正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还是有这边的那个录像。好，那这边就是一个补给站，而且我们应该快看得见鸟们。那个我知道 BCQT 喜欢的什么事情，他喜欢把他的那个 BC 放在这边，他那个智慧中心放在这边，然后在那个智慧中心的北边就放下去一个兵营，这样一来他可以放下去一个蛮强，这样可以受得住一个六滴。好，但是没有问题，西瓜的意思现在就是做一个落算的开局。那这个王冲要慢慢的飘来这边，而且看得见 QT 不巧的不在这一边，所以他刚才浪费了一点点时间。好，那 QT 要不要快 BC QT 要不要快放下去他的气光，好像就是这样子。我是想着这样一来他可以造出某一些私生，然后呢他要把那个私生放在他对方玩家的那个住框里面，总算他要做某一些骚扰。但是他要不要杀某一些工兵，那就是那个最后个问题。好的，智慧中心还剩好像5秒钟就好了，而且这一边已经结束了。就是升级那个智慧中心，而且这一只王虫已经来到这边了。他知道QT 西瓜已经知道 QT 有瓦斯，他第一个瓦斯藏在这边。好，头一只枪兵已经生出了，而且好像我刚才叫错了，这有可能就是一个1-1的开局。但是我不得不说 ZVP 上那个1-1的开局就是非常非常可以说危险的。好，那这一只 SCP 他已经进出过西瓜的竹筐，他到底知道多少消息呢？这么多也是重要的。好，那这样一来西瓜会看得出来他对方应该有可能会做一个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开局。好，可以做一个都堡冲的开局，这样一来可以快一点点让机场游戏结束。但是 QT 西瓜已经看到了那个第三个智慧中心已经放下去了。这两边的玩家好像这边我们有18条小狗在路上要进去那个阿匡进行某一些骚扰，但是他们要杀机制工兵，好像这就是一个偏激的事情。他们想杀那个只有一只枪兵在这一边，但是他们应该有什么样子成功，但这个碉堡一定要掉，但是
哦，这是一个美满的寡妇。哎呀，寡妇鬼类。还好，那这个呢？其实真的，哦，这些小狗已经进去过那个啊，这些三条小狗已经进去过那个猪筐，他们杀了一只工兵而已。好，那这算不是一个大招。那看到这边两边玩家们的那个工兵数量还蛮好了，但是西瓜就是比他的啊那个叫什么人类的对手好得多。好，而且他现在的目的就是放下去他的那个螺旋塔，而且 QT 现在的意思好像就是。啊，阴云阴云，所以呢，他要快把他的那个第三个智慧中心放下去，飘起来，然后再那个叫什么？好，刚才好像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寡妇龟类还是一个，最可能就是一只 SCV 而已。奇怪，有刚才试试，刚才方式啊、尝试把某一些牙齿放在那个二矿上，但是这个寡妇鬼类已经把它 shut down 了。这现在的话，我觉得 Empire Beastie Cutie 就是。一个蛮蛮强的一位玩家，好，他已经放下去他那个第三个气框，已经他第四个气框。那啊，对了，我忘记了提到这边我们有某一些飞龙已经生出来了，嗯，但是。那些寡妇鬼类也是对空的单位，所以我不得不说，西瓜得特别特别的啊、小心的使用他的飞龙。好，那这一边他们已经进去了那个猪筐。哦，好，机智工兵已经掉了，而且这是一个满满枪的开局冲我们的啊、西瓜，他已经进去了那个猪筐，而且好像。Empire Beastie 没有什么办法守得住，他已经浪费了好多时间啊、拉工兵放他们，把他们放在一个更保守的位置，但是也是在这边我们有某一些飞龙，他看了这边那个，好像两边的玩家们的那个。输了的支架就是比较蛮平等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收入。西瓜，哇，比 Empire Beastie Cutie 高两倍好像。哦，但这一边呢？嗯，好可怜，他不要杀这个寡妇鬼类，后来鬼类就好了。嗯，那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看得见西瓜用某一些新的单位吗？那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问题。好，他这边有杜宝冲以及小狗和飞龙在一起了，这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兵种组合，但是我觉得在冲组执行中应该没有什么大的成功，没有什么啊，算了，那些枪兵已经抓到了。好像两只飞龙，两条飞龙，这我们会看得出来，那个虫草也是在啊、生产中。好，这边
还好吧。阿公阿嫁在生产中为了我们的粮变的玩家们，就是好像哇，他们也是在灾世在同一的时间开始研究的。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攻击的部分。好，那时候觉得这些寡妇鬼类还蛮多、哦、如果西瓜不小心的话，就我觉得这些所有小狗也要成为一个大大的狼狈。嗯，好的，而且看着那个珠框以及 BSD 的那个升舱，我们会看得出来他应该他现在的意思应该是做那个叫什么升华，这就是枪兵掠夺医疗亭在一起了。不过他们也是有一个稍微的不同的点，而且这个不同的点就是这些寡妇鬼类。好，他现在看得见这边还是一个蛮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些毒宝虫，哎呦，不要跟这些枪兵连接，所以我们得看得见什么特别什么真的很了不起的啊，那个操作也是我们得，哎呦，我们得看得见 Empire BCQ 里特别小心的管他的掠夺以及他的枪兵，因为他这边有好少的医疗厅，他们不可能来补血他所有总部队。好，这样子还剩某一些毒宝虫在这一边。 Ouch， 而且那是一点点浪费。好，我们总算有橄榄虫在这一边啊，但是这边也是有一个空投，这就是 Empire Beast 投一个空投在这边，而且好像他现在的话会杀好多工兵。他依然不知道啊，西瓜现在有好像五个疯狂，那这样子他杀了六只工兵。那这边 Empire BSTQ 就是送他的枪兵到这一边，而且西瓜就是派某一些小狗来处理他，而且这边有一个一双医疗厅的空投在这一边。某一些好可怜的枪兵不要挑战，而且这边又收到一个第二个吗？ No， 没有。我觉得 Empire Beast Q 里的那个身长还是比他对方高一点点，但是那个哦，这件事情一定要让西瓜的经济吃好多亏，也是在这边他如果输这个补矿的话。好，西瓜说我受够了，我要反退，而且就是这样子他就是翻腿。好，这个第五矿一定要掉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救救他，而且原来如此，他已经输了，他就输了一机制枪兵而已。好，而且这边也有一个空投啊，哇 QD 就是不断的送他的那个医疗艇，充满了枪兵的医疗艇到那个二矿三矿之类，但是哎呦，我们如果看得见西瓜做一个更经典的兵种组合，我这个意思就是孵化飞虫寄生王虫以及那个橄榄虫都在一起的话应该没问题，而且我们在这边有看得见一个空投，而且这些雷兽没有那个三加三攻的攻方。好，这边有没有一些效果来抓到处理这边的医疗厅的空投，而且这样子西瓜的人口还是比对方高一点点，但是这边我们有好多好多佣工的单位，我这个意思就是这些寡妇鬼类就是不断的
把这些啊、这些小狗来糟糕了，来称为糟糕。好，那这一只雷兽要吃好多好多啊、工兵在这一边，而且这个位置还蛮不错的，我觉得有可能 Beastie 可以处理对方的雷兽，就是这样子。他总算有那个五甲三攻的攻方，而且 Oh no， Beastie 就是做一个小小的错误。这一只雷兽已经杀了二十五只单位，而且这边，哇，西瓜刚才处理了一个空投而已。Oh no， 这边呢，我们会看得出来，这个无矿，那个无矿一定要掉，再一次掉，就是这样子。嗯，这些雷兽呢，好像他们就是找 Empire Beast Cutie 的无矿。这边又收到了一个空投，好，也被处理了。好，这些幼虫呢没有办法救救他们。西瓜我觉得总算遇到什么样子的不可能赢的一个情况，他应该把他所有总部队放在一起了。他这边有两只雷兽，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这里了。但是这边哦，这些女的刚才杀到那个那个雷兽洞，哦，又杀到了那个三矿，杀到了那个三矿，不好意思，颠掉了三矿，而且哦，他们依然在进去那个珠矿，他们这边可以杀某一些干单虫的话，应该有什么关键的，应该是特别特别关键。那好，这些虐多就是在这边，干单虫会不会处理他们自己的能量不够了，为了处理那个不可能触发那个重军重生，而且这些机制雷兽就是在这边。哇，好，那 Cutie 现在就受到了，就输了好多工兵，一直到现在，而且哦，好像这个螺旋塔也要掉。好，郑军张胜刚才把塔放在这些女的，而且好像 Empire Beast Cutie 依然在硬着，好奇怪吧？那个西瓜刚才的人口就是。他刚才的总部队在那个中面刚才被挂了，那西瓜的工兵数量还是比他人类的对手高一点点，但是他人类的对手真会用他的医疗艇。那这些狮子虐多好像他们的目的又是在惦记这个雷兽洞。哇，他们还在活着，他还在活着，二十三岁就在活着了。那哦，这有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边的钨矿，如果完成的话。那不会吧 ？Oh no， Cutie 要把这些四个鬼类放在那个疯狂山。Holy cow！ 41只工兵被挂了。好，那西瓜的反应就是反推哦，等这边又收到了一个空投，而且这些空投要进去那个钨矿的位置，让他的经济就吃好多亏了。但这么多鬼类在这边，这就是他想16只啊。好，那个阿匡要不要掉啊？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问题。但是 Q
QT 依然不再关着他的那个一双空投在这一边。好，那三只雷兽在这边，问题就是他们要不要杀这个 OC， 好像不要吧。好，西瓜喊出 GG。 好，那你们如果真的很喜欢我这个专播的话，请订阅我的 YouTube 的频道。好，谢谢大家来看得见我的实况，这就是 Breaker， 晚安。